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وشن شي يمين جيو شي شي جي جيو يو جي دا كاي مو يي تشي زان سون شوان غ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جي دا جو ان لا زاي بو لان جين جون شو جي ين وي سون ان لا فا شو دا سي ان ني ون هو دا دوي د دوي داي تام 我见生万无非如为有安了路一无偶我见生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师侄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明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 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管容和良好的教育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牧师是仁慈的教师，他用和有美和智慧的方式的教给他的弟子们。牧师说：“你们的师们。” 日是世人容易，你们的师们不是人为难。要说任何事物有了，温和就得到壮实；任何事物是去了温和就变得难看。毫无疑问，人生研读牧师的传记就会发现。 牧师为他的民族和所有人类在教育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榜样。牧师比任何人更疼爱众生。牧师比任何人更疼爱众生。他温和有美和 智慧的方式的教他的弟子们，穆阿维亚的全书。他说：“正当我跟日安拉的使者一起礼拜的人中，有人打喷嚏。我说：‘愿阿拉赐福你。’于是人们都将目光投向我。” 我有说：“任务了，怎么了？你们这样赶着我，只见大家都用于拍自己的大腿，自己的大腿。我想他们看，他们都示意我别再说话。其实我已经不说话了。俺俩的事实。” 离完了拍，离完了拍，比父母更可爱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不可能见到。有比他的教学方法更好的老师，日说法师，他没有指责我，也没打骂我，他说。 礼拜中不能说话，只能说暂时找学。安拉知道，孙亮过两天，阿布乌妈妈劝说他说，一个青年要去牧师允许，他似懂。大家纷纷呵斥路人，事实指责了大家。牧师对他说。 请靠近我，牧师问：“你同意你母亲这样做吗？”他回答说：“不同意。”牧师问：“你同意你女儿这样做吗？”他回答说：“不同意。”牧师问：“你同意你姐姐这样做吗？”牧师说：“你同意你姑母这样做吗？”他回答说：“不同意。” 牧师问：“你同意你姨母这样做吗？”
他回答说不同意。母亲把手放置在膝上，并说：“求安拉饶恕他的罪过，洗净他的心灵，保护他的心器官免于犯禁。”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全归安拉，容失职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生命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各位穆斯林，认真研读穆神和生命弟子的传记，就会发现穆神采用各种方法来宣教他的弟子们。他常常采用各种宣教沟通技巧，目的是如入被劝者的心灵，令其怦然心动，获益匪浅。穆神有时使用数字语言，比如他说：“先见是凡拥有，拥有日可品尝，到信仰日点头。”喜爱安拉即是日对他来说超越一切。为安拉，他才喜爱摩人。活安拉仍旧后，他讨厌在误入歧途，犹如讨厌被暴君或鱼一般。穆神有时使用以处理子的方法，比如他说：“清廉的伙伴和罪恶的伙伴，犹如一个卖麝香的商人和一个拉风香的爹将。你更卖麝香热相助，或者他送你一点麝香，或者你买一点，或者你可以从他那里闻点香味。跟拉风香的爹将相主，或者他烧坏你的衣服，或者你从他那里闻点臭味。”穆神有时使用提问的方法，只是为了引起弟子们的注意。比如穆神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不产者？”阿布胡莱拉答：“不产者是指那种我在物质。”穆神说：“我叫声中的我唱者却是那本在末日代白宫摘学摘街和天歌而来的人，可他怎么我站前打过一次远过王五侵吞张三的钱，放一次的学，结果打击人山海七山宫，给历史长七山宫。如果还没有偿还清算债，七山宫一还光的话，就去别人之罪加注于他，而他最终被暴露火狱。”穆神心寻失路，穆神以合适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宣告并交给他的弟子们，以防弟子们因严防而不再来听讲。伊布尼·马苏尔传书是指
隔日将进步到，以防我们因厌烦而不再来听讲。我们放下生命的教导是非常必的，应该遵循他的所有言行隐私。我们要以智慧善言温和的方式传播安拉样式的引导和光明的使命。伊斯兰使命是公正、仁慈、宽容心、以信心和人心的使命。主啊，求您让我们正确理解我们宗教，求您让我们坚持旧日的理解，求您引导我们预备无声的道德吧。